生存汉语第一句 ，Action， 请进。老师，对不起，请问王老师什么时候回来？我也不知道，你可以不用说对不起。我们常常说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是什么意思？不好意思 means excuse me, often used to ask someone for information. For example, 不好意思。请问卫生间在哪？就在前面。不好意思，请问沃尔玛超市怎么走？从这儿直走，挺远的。不好意思，请问王老师在吗？他不在。Let's review. 不好意思，卫生间在哪？不好意思，请问沃尔玛超市怎么走？不好意思，请问王老师在吗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请关注我们吧。